这里，点在这里 ，Amazon Fresh。超多人在排队 ，Holy shit！你敢信这个队伍是一个要去超市，就像全联外面在那么多人一样，太扯了吧？就大家这边会有两条 line， 然后就是这边的工作人员呢，就会跟你说，有一条是 smart cart， 聪明的推车，另外一条是一般普通的 cart， 就是普通推车的线。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来的话，两条线的功能是不一样，记得不要排错线。长短也差很多。长短也差很多，哪一条比较长？好了，我们自己怎么看一下 ？Smart car 排超长，然后一般 car 就排很短。一般 car 就变成要人来结账了。对，就是跟一般你去逛超市是一样的意思。哦。OK。我们在这边受风寒半个小时了。哦，已经排半个小时了，是不是？可怜的妹妹，还好我们赶上，免得你重排，应该想杀人。对。他给我们了十块 coupon， 这车看起来好高级哦，这个真的哦，很像婴儿车，超级高级的那种婴儿车。汽车，我想婴儿战车就是这样，这些贵妇妈妈。哦，没关系，这是 personal item， 没关系。吓死我了！哦，就是有一种这个车。它很重，第一个是它超重，可是感觉它轮子是高级的轮子，所以你会有一种它其实很好推的感觉，就真的很像婴儿车，这推起来是非常顺的，只是真的很重而已，而且也很好转向，就不会有那种烂车一直转不过去那种感觉，然后也很安静，就不会像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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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。你要不要踹看？我刚有推。踹看。跟 Whole Foods 差不多，真的哦，来了，放哇 ，Organic Carrots 5磅一袋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东西是怎样？就是小朋友在那边 chew 整，想要偷拿零食、偷拿饼干放进去，直接被妈妈抓包，他就这样噔噔，然后就哎、欸，你又给我买什么东西？多少钱？直接秀出来看。可是他其实车子不大哎、欸，对啊，车超小的，94627，这看不到，他没有八扣，94627啊，哦，94627。哎呦 ，Organic Green Kale 一磅。哦，现在还可以放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94627。哦，怎么样？好。哦，选这个。重点是，我觉得就。它那个 barcode 可以完全直接都扫到，很酷。然后如果刚刚没有拍到，就是你如果放了的自己的东西的话，刚好放进去，它侦测不到嘛，所以就是哦，这其实是我自己的 personal item， 它就会记得。而且你看，它会照相。哦。它会照下来说这是你的东西。而且你刚才拿出来说 item remove， 它还说哎、欸、你把它拿出来了。所以它很猛哎、欸。有个高科技的，就大家如果你要来的话，真的是要玩玩看这个。你排那个普通车，感觉真的很废。对，大家如果你的就是你 Amazon 账号登录之后，因为他一开始会叫你登录，然后你如果你有你的 shopping list， 他就会直接帮你读出来，然后你也可以在这边扫描 coupon。哦 ，OK， 扫进去了，十块钱哦。收
我觉得这里还不够高科技，因为他都拿一堆员工来服务。他们总不是就要有那个机器手这样子吗？他应该有很多那个机器在那边塞来塞去，这样才有一种 Amazon 的店的感觉，全部都用机器手在帮你服务，好不好？这个还是太低阶了，要再好不好 ？Think big Amazon， 好不好？多一点创新啊！不好意思讲。所有的东西上面都会有它的 rate， 就是 Amazon 上面的星星评价，然后这个是随时浮动的一个智慧价钱看板，蛮酷的。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不是五星的，我放眼望去，妈的每一个都五星啊，有个屁用啊！哦，有，我找到一个，唯一一个四星半的，也只有。四个 review， OK， 这个四星半，但是有3000多个 review。哦，还有像 Whole Food 一样的热食区 ，Food to Go， 然后它现在因为 COVID 的关系，所以热食区收起了。啊，你刚刚说这里的东西其实没有比较便宜，对不对？就是跟 Whole Foods 差不多。因为我不太懂为什么他们要开这个店啊。就是你已经有一个，你已经买了，你已经买了一个超市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再开？这样不是就是自己打自己吗？而且卖的东西基本上一样啊。欸，这好漂亮，这个小的，哎，买起来。这几个都好可爱，上面好可爱哦，它也好帅耶。Restricted item， 要跟在结账的时候验你 ID。如果你买酒的话，像我这种脸看起来就是一定会被验。OK， 你已经30岁了，好吗？常常在这里还是被认出来21岁哦。OK， bye。哦，你只要走到这个绿色区域，它就会感应，然后它就会再算多少钱。OK， 我们绕赛 Sunday 结束，今天体验到了一个三个乡巴佬体验到了高科技购物体验。但我觉得其实就这个东西到底有方便多少？还好，其实还好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还是需要人来帮你 check out 啊。那只是因为我没有买酒啊。哦，你如果没有买酒，你就直接走出去了。我刚就跟美美说，这个还不够酷啊。就他那些上架，应该都要拿机器手臂。好的，这样我们今天的绕赛 Sunday 结束了。其实我们现在还要再去买菜。嗯，我们要去买很多人的菜。那没什么好拍的 ，OK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我要买2瓶。换你了。